一个人可以穷，但是不能没有尊严；一个人可以富，但是不能昧着良心。人穷不是错，作恶才是过。人富不稀罕，行善才重要。有多少人衣着光鲜，资产万贯，可惜昧着良心把钱赚？又有多少人外表普通，钱财不足，但是说话算话，品行刚正？人活一世，说到底拼的就是人品。人品好的人，人缘就好，遇事有人帮，摔倒有人扶；人品差的人，没人靠近，有难众人躲，求助无人应。做人拼的就是人品，人品才是一个人最硬的底牌。你想得到真诚，就得为人坦诚；你想得到珍惜，就得重情重义；你想得到回报，就得付出行动；你想被人包容，就得能忍能让；你想被人信任，就得坦坦荡荡；你想受人敬仰，就得心怀善良。做善事就是好人一个，做坏事就是恶人一枚。钱再多不如人品正，身份再高不如众人敬。做人要无愧天地良心，对弱者给予帮助，对幼者给予呵护，对长者给予尊重。做人拼的就是人品，踏实做事，本分做人，别让良心不得安宁，别让人生悲伤骂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